古装机娘、神力女超人、岛田文晶版，出自于 DC 漫画，在2021年由兽屋推出。模型优点：古装还算丰富，挂在身上也不会影响可动，脸型好看，兽屋的强项。模型缺点：关节用旧设计，膝盖部分上色很麻烦，金属部位需自行处理。结论：兽屋的一次大胆尝试，虽说角色看起来过度年轻，还是很期待之后其他联动作品。我是 Art Note， 我们下次见。你妈的，随便伤害无辜少年！